这是一首精神饱满、很果断、肯定的左手练习曲。我们在弹奏这首练习曲时要注意，第一，左手跑动的要很平均，手指要主动，把位小的地方呢，手相对缩小一点，把位大的地方呢，手要有意识的张大一些。例如一开始把位小的地方，手指也紧密一些。比如说第21小节，把位大的地方，我们还要加强左手对四指的训练，尤其是上行跑动的时候。比如说第13小节。左手四指要非常清晰，不是拖着弹。第二，右手触键的区别。第一句呢，右手是断开的，但是不跳，手慢慢拿起，我们要注意这个横线条，下键呢可以慢一些。第二句呢，是跳音，很轻巧，下键要快，要很利落。右手在第21小节的时候呢，可以加上手臂的分量，手指触键呢深一些。第三，我们还要注意这首练习曲的分句，每4小节一句。我现在完整的演奏一遍第18首。